接下美妆保养品牌代言人，并出席一日店长活动。在受访时，他开玩笑说自己的漂亮除了是天生的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保养品不只可以随时补充，还能帮他简单控油，更自曝自己在家都会摆个三四罐，让一旁的主持人听了都忍不住笑亏。你现在是当摆正就对了。不过他说，因为自己是敏感肌，所以只要保养品里面加了香料，对他来说都是大地雷。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好的商品，当然一定要囤货起来。同时，钟明轩也透露，接下来将接下节目的主持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他的心情既开心又紧张。同时抢先预告，目前正在筹备音乐作品，看来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。